有好多酒店都推出了零房价优惠，即是间房多少钱就给多少消费额你用。今天这间酒店都是啊，跟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房型先。如果你喜欢影相又喜欢白色啊同埋大理石嘅话，只要需要加多100蚊起就可以嚟到呢个房型啦。如果 budget 多啲就可以考虑入住呢个 one bedroom 嘅 suite 房。房型大咗之餘咧，仲可以入 club lunch， 喺 lunch 度就可以食到早餐啦、下午茶，仲可以飲埋你個 cocktail 嘅。全日都有咖啡同埋多款酒類供應。酒店 dream room 有兩層之外，仲要係24小時開放。泳池雖然冇無邊際景觀，但係希臘風嘅佈置影相出嚟都好靚噶。酒店消費額咧，仲可以用在米芝蓮三星的中菜餐廳入面。呢度 set lunch 咧，每位都是400蚊起。其實計落咧，仲有剩可以食個 tea 添。当然都有西餐拣啦，呢间餐厅有时令海鲜之外，仲有熟成牛扒添。除咗喺餐厅入面用之外，今次优惠嘅消费额仲可以用喺外卖、in room dining、spa、接送服务同埋礼品店。